2012年小学离校会考听力考试，主考员须知。咦，还有时间窝，我们聊聊天吧。关老师，我们又重逢了，你好吗？今年你教的学生很不错哦，读了久别了的郡望，也会背很多好词好句，更懂得弟子规。咦，我看到你的学生蛮认真学习的，你看杨恩很专心地瞪着你，静鹏也很认真，一点也不急。所谓心急吃不了热豆腐，静鹏不管是冷豆腐还是热豆腐都能不慌不忙地吃。小龙很努力，让我们给他拍手鼓励。来，一、二、三，拍手。关老师，对不起，我又胡说八道了。好了，听力考试现在开始。我已经准备好音乐了。今年的音乐节奏强劲，朗朗上口。其实我根本不懂他在唱什么了。总之很多人都很爱。关老师 ,music, please. 오빤 강남 스타일 강남 스타일커피한잔에여유를아는품격있는여자밤이오면심장이뜨거워지는여자그런반전있는여자너는서너해낮에는너만큼따사로운그런서너해커피식기도전에원샷때리는서너해밤이오면심장이터져버리는서너해그런서너해Gangnam Style。祝大家明天听力考试好运。李显龙总理也祝大家好运，一起创造一个有爱心的社会。弟子规说过，凡是人皆需爱，天同父，地同载。好啦， This is the end of the listening comprehension examination.Goodbye. 我该去 Off Pardon Name Style 了。Hey, sexy lady.